小心呢，下雪天路滑，慢点。小姑娘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不客气，大哥。大哥，这么冷的天，还下着这么大的雪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哦，这样，原来我开了一家公司，只不过经营不善，给破产了，这身上也没一分钱，这就落到这儿了。大哥，你看这么冷的天，要不然跟我去我家吃饭吧，今天我妈刚好包饺子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走吧大哥，这外边怪冷的。真太谢谢你了，姑娘。来，谢谢大哥。你这脚太脏了。哎呀，没事，进来。态度也是不太欢迎我。大哥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姐她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你就放心在这住吧啊。姑娘，你不用再说了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我想了想，还是走吧。大哥，你等一下。我这里钱也不多了，500块钱，你拿着，找个地方住下。太谢谢你了，你是个好人，将来一定会有好报的。今天你借我500块钱，我会铭记在心的。没事，大哥，那你走的话路上慢点。再见了，姑娘。大哥，祝你好运。又是一个下雪的冬天了，我回来了。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呀？我可是你的亲妹妹呀。以后感染血性的怪症，这一世难去的病人。这不是当年那个女孩吗？哎，姑娘，真的是你啊！大哥，你是？姑娘，你不
记得了吗？我就是你五年前帮助那个大哥呀。五年前，大哥是你啊？是啊，姑娘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外面这么冷，还下着雪，你蹲在这儿干嘛呀？大哥，我没事，有什么事跟大哥说，大哥能帮的一定帮你。姐，她把我给赶出来了，她不要我了。什么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你告诉我。大哥，事情是这样的。事情就是这样。你姐也太过分了吧！你可是她亲妹妹呀，她竟然这么对你。姑娘，这家你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吧？我这次过来就是来报恩的。报恩？我这次回来就是来报答你的。当时我做生意失败以后，我内心充满了绝望，但是你的出现让我在绝望的黑暗里找到了一丝光明。大哥，都是应该的，其实你完全不用记在心上的。不，姑娘，这不管怎么说都要感谢你。大哥，你这是……姑娘，这是一套房的钥匙，给你。大哥，这可受不起，当初我只借了你500块钱，你现在要给我一套房子，不合理吧？我。